这头发剪就没剪了？4年。现在读大二了。对啊。那怎么高中的时候没剪掉？高中的时候没时间理呢。不是他们高考的时，高考以前都把头发剪掉了吗？没有啊，高考以前的话，我觉得没影响，就是早上起来梳头的话很快的，就是没打算剪。那你同学是不是有很多人剪掉了？就是高中一直留短发，高三的时候开始偷偷留头，然后毕业的时候就可以抓成一个很短的。那你等于是留了4年对吧？对。高二开始留的。对，最后一次剪头发是高一暑假吧。这么长时间没剪了。没钱剪了。不可能吧？你要买摄像机会没钱剪头发。钱都买到摄像机去了。啊，你已经买好了。嗯，没有啊，现在钱还是不够。啊，你剪头发就是要买个摄像机啊。那肯定不够。报了一个舞蹈班嘛，舞蹈班还要交钱，然后爸妈不给钱。嗯，那你剪掉头发，爸妈知道吗？知道我不管了，因为很快就会长起来。我主要是看他们冬天的时候戴那种小帽子很好看，我这种头发太长了，戴帽子不太好。嗯，那你为什么冬天的时候不剪？冬天的时候冷，我想夏天就好剪掉，明年再说。现在读大学很麻烦的，没什么时间。嗯，是。那下学期我就到香港去读书吗？你去香港读书了？嗯，就是交换生。哦，那不错呢。然后到那里就有时间了。到时候我想，我本来想去香港，然后把头发弄一遍。那现在弄一下也没关系啊，你到时候还有，反正还有一年时间了了，到时候还可以长啊，反正。去香港是不是补贴蛮高的？啊？补贴？花自己要花很多钱。因为我听我单位一个同事，他儿子去香港好像补贴蛮多的嘛。那你要看什么学校？他是复旦跟什么香港一个什么学校？复旦呢补贴多一些吧。我们这样的话自己要花大约10000块吧。他们说什么4年啊，可以补贴30万港币。我们是去交换一个学生，现在太忙了，剪头发也没时间。啊？什么？剪头发也没有时间啊。太忙了。在闵行吗？嗯。没有什么很好的。那你今天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过来的了。今天就干脆忙了，下午没空。后天就不一定有空了，是吧？啊，后天怎么就不一定有空了是吧？这个最近还是没课，但是还有很多时间要忙。姑娘，礼拜五有考试。你大概还没有男朋友的是吧？哈，不然肯定要反对你。2年级了。像你这样在交大女生里面比较特别的大概。我交大我们楼我倒是看到有几个比我长的，就是那个我们楼里面有新疆人嘛，都很长。那不一样，新疆人那不一样。然后还有几个长的，但是我看他们头发都。好像是卷的，像我这么直的好像不太多。对对对，像你这样比较难得，头发长而且长得又很漂亮。你大家剪掉也蛮舍不得的是吧？我主要是我妈妈舍不得，啊，我妈妈舍不得。那你跟你妈说过吗？剪掉？以前说他也不让我，我也觉得剪一次头发很贵嘛，然后也没有剪过。剪个头发都觉得贵啊？剪头发不是要100-200的吗？100-200会什么样呢？100-200也不一定剪得好看啊。一直我这个形象大概以前就是剪剪再留一留，一直都是后面这样一个辫子，没敢变过形象，怕弄不好很失败。那现在这个机会蛮好的了，免费帮你剪了，好看一点，了解，好看一点。
你这个脸型真的很适合短发的，对吧？他脸型比较瘦。我就剪短发就是小学的时候剪过。那个场面的话，剪得很糟糕，没有多起来。现在剪短发肯定很合适的，待会你看了就知道了。现在人家又去自然大方一点。我的太高了。用那个什么不开心的那种棉洗的那个东西抹上去，像我妈妈差不多。所以不要去了，拉的很多，迫不得已才拉一下。那像上次一个女孩子太卷了，对吧？哎，那个稍微拉一下，你这个不用拉了。没办法了，嗯，卷的不得了。那他有个是自然卷，嗯，有的是烫过的。你这头发多长时间洗一次啊？大约三四天吧。如果天天洗的话，那就麻烦死了。天天洗干都干不了，这个洗很快，但是干的话要三四天。对呀，吹风机呢？我从来不吹的，幸他们说越吹越黄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吹风机。哎，这个太保养了。你就改变那个原则，要两天洗这个，剪不过就很麻烦。短的可能要洗得勤一些了，这个长的太麻烦。对，你剪短以后可以两天洗一次，嗯，天气热的话天天洗也可以。我的妈，你爸不怕？我感谢你啊，爱来我这里骂你。那是你妈妈打电话给我们，你一个小时后就帮你洗。爸妈洗也不错。小明啊。爸爸们会煮，我还没这么洗过头。三下两，我一家好家里，我还蛮好的了。我看看就可以了，问问他卫生包括把我扔了。也是政策管理一般。